生有一点灵气啦，顺着安静的本性。阿母啊，伊咧讲会当顺性啊，这是咱回甲清净入灵啊。母娘伊爱咱会清，是咱放开原来的性，走向先天这点灵魂，上天的灵气，使咱恢复天元灵。真理是天元的灵气，爱咱孙家，则是上天的心。咱有遮尔啊纯的天性，是咱以原形这条灵气，引着咱遮尔啊纯的心神啊。这是咱母娘的灵性，转乎咱的心的静，出家这条灵性啦，恢复是天元的灵气。爱咱顺着母娘的心，天元本灵是天界，六灵转正是自在。这是咱正天的灵气，显露有顺的心定，上天的灵魂，转咱顺家一条心。天元本意是灵发性，转来定法是现世境。我有一条正天的灵气，咱都有先天的本性。一点灵魂的发性，咱爱通清咱的心，是咱走向清净的天性。是咱对着无形的本领，天元是灵天的真意，老母娘娘是老灵的孙家，现着清净这点灵性，都有咱神老灵，这是咱清净中的气团。嘛是咱落甲遮尔顺的心意啦，表明这个天是予咱的，顺着清界咱的灵气咯，真愿出家的天性，顺着稳定的本性，是咱一条清净的天性。是咱搁再拍开原来的心，天元的灵气，向着清界咱的天性，顺着稳定的天元，我来转灵顺定，是咱恢复清净的天性。是咱来讲母娘会清，真愿是天灵的本性，爱咱行顺母的天灵，有咱一点正法的灵气，我爱显明露身，上苍有天元灵，阿母来转。天的情出自咱的心本意，是咱清净的顺性，是咱向当爱的天灵，真法拢是天界，稳定是心在，有咱一条灵天的本性。予咱来转现世情，真愿拢是天意，心灵都会无性。天有顺来灵天理，会了清净无异，
都能见来先天神，花开清净大道灵，上苍无形正来到，化在心头无形中，都来一条正法心，现咱清界无形顶，这是传来的灵气，嘛是咱母娘清净的心，是元天的灵气，度着咱清净这条心，灵魂若无娘的教，爱咱行向清家己的心，拢是原来本灵性，拢是出家定的真，灵源是天灵一点滴。我爱道家顺道心，行向这条灵魂的源，天理度我灵天来，回咱出家时代，我来讲开无形境，叫醒先天阿母伊的灵，现世只有传咱的气，今母只有讲顺咱的心。这是咱清净的天界，拢是法性自在。我有一条清天的真气，老母来讲顺咱的心性呢，是咱有定一点性，爱咱转的情，这才是咱顺着通天的本领。阿母啊，予咱这么顺的灵气，我再来向着清净的心性，是咱行回清净这条灵魂，恢复这么啊清的灵气，咱才会当顺着这个天。无形伊咧讲的是咱的灵气，行向这么啊清净咱的灵，这是咱传法无形的天界，对着咱的心发射先天的本性质。我有这条灵天的气，才会当向这个无的空间，是咱行过这点灵气，是你搁再向前向悬回家己。上苍，这个灵气爱予我献家己，修咱一条清净的天性，平静咱个人的心神，这是咱传出来。无形爱照咱在世间的意思，表述阿母啊伊的灵魂，是咱顺伊的心行出来。啊，这则是咱的天元，这么啊安静，拢是母娘伊的灵性，伊予我清家。母啊，这条心顺着这个气通，这是咱的灵魂这么啊稳定，咱才无业无杂无做无动，开着先天这条灵，献着清净咱的气咧传。今仔我只有用清净的母性，归我这条清净的天神呐。是咱无形这个清楚啦，脑神会当归咱老母啊伊的指令啦，啊这才会当顺着现主时咧讲灵性啦，是咱顺着这条天理啊，你才会当集中中化开咱的心平静，行出着先天咱的本性在在啊。这拢是正天的灵气，要予咱在世间咧讲的心清，真法拢是天意，落灵拢是无性，拍开则是咱顺家的心，是咱恢复正法的灵气，我再来行向先天的顺定。真源本意是天性，爱咱转落是现世性，
有咱这条灵魂的灵性，这是咱顺家稳定的天元，有咱这条灵天的气性，爱咱转家这么稳的天神，拢是无形的天理，咱再来向着归元的心。天灵是观天来，道灵会出正神在，无形看开这条灵性，对天转咱的天灵，奉着母娘这天气，咱再来讲顺着通天咱的灵性，这是咱顺家稳定的天灵。咱才有这么清的心意，拢是归元阿母啊，伊这条神，我有这点灵光的灵气，再甲伊转转来，我这条神呢，今仔我就用通这根气，受到正天这条灵性，转到我的心平静。恢复着天元这条灵气，搁再传，咱顺着正法的心，这是咱会个这么啊稳定。世上啊，咱爱讲的是神，是我用着这条灵气，单单啊用着金宝这条神呢，这是顺个我的心内底发射着正理正法。是咱这么稳的灵气，当然有老母这条灵啊，这才是咱传这根气，现个清净金母娘娘伊的顺性，天元的灵性，奉着清界这条本领，我爱顺着清净。这是咱顺家稳稳定定，这条灵伊要伫一世人倒转来啊！今仔咱只有靠今生今世现代，你的脑筋脑神清楚定一条原来老母迄粒种子，这是通到咱的脑神来的，要活用到咱当下一世人。依咱用着精进这条灵性，规身躯甲转，开叮当，咱才找有原来迄个静心净化。真理拢是天使，全咱清是合灵，有咱原来本意，有咱道灵开。真愿迎来是现世情，此人清界是天性，无形为主则是本性。是咱有这么稳的灵气，咱爱看到清净的顺心，才有这么稳定的灵魂，你会当入定中这个天界，我才会当行出来，这个本性啦，是咱在世间，咱的脑神，一关一条，就是讲，一看到，搁锁一条，这才是咱的精。因为今仔咱爱是通，通是精中这口气，咱的心才会当顺，袂搁去染着，咱心外，这个事物，这才是咱讲的通灵。会甲这么清净，心中啊，咱只有老母一股气，现开着大刀，这种法门法力，是咱行的清净的天理啦。只有无形中这个清清气气，才当转到咱的脑神这个电波，发射到咱老母这个信号，这是咱传达上界清净的。清气想的，咱的本心立定啦。现路拢是天意，出口啊，则是咱的顺利。我有这点
灵天的灵性，敢若亲像原来金母娘娘啊，你顺甲遮尔清净，这个天意只有咱的灵性啊，因咱的灵性要归如来本性，如来本性就是真如啊，啊真如就如处如处作般作般啊，净伫遮嘛。这才是咱回到这条灵性，照着自然一定法嘛。所以讲，我爱是这条灵魂的灵性，转过着我的心一清，真理才是灵性，现咱顺家才是本性。因咱要归元，一定要阴阳两气，清的甲落的这两个气。合作一起的心，这才是咱活到这么清明啦。世间咱个转动的这个太极，倒转个咱这个极无之相，这才是咱通灵这个天界啦。咱会当行到无缘无性这个阴的指点，今日无是阴气呀，你个转到咱的呼这个阳气呀。啊，互伊会当运行啊，会当配合啊，啊，咱就归原来这个真嘛。咱是对这个一生出来嘛，是咱用着这个心性啦。今仔咱透底捌这条真灵嘛，所以讲我有这种构想，有这种来意，啊，我才会当生着咱今嘛咧讲的阴阳两气合。一起的心态嘛，是咱用安尼来讲，咱才会当行正理正道这个中和啦。向着清净的气，咱爱顺甲稳定的心内，我有这条清净的天理，咱才来向顺家己嘛。今日只有咱家己会知这个道理嘛，道性嘛。啊，这才是佛慧，咱的本来啊，是咱顺着清净的气，啊，行这么顺的天性，无形也要咱会顺甲到。今仔我只有向我的心内底报道，因为这是咱个人的认知，这个世上只有你捌，你才讲会出来嘛。啊，你唔捌。当然嘛，啥啥论著嘛，发呆嘛，这是咱活甲遮尔啊清净。我有这个母娘的教育，今仔母娘甲我请，啊，我会当成母娘啊，这个版本。所以讲母娘伊真放心嘛，伊会肯定我嘛，伊会承认我嘛，啊，这才是我讲的通灵嘛。现主持的灵气，我只有照母娘这种旨意，现落是灵天来，道灵是先天界啊，灵源一点灵气啊，转咱清的顺性啊，这是咱悟，你才会当看开。今日咱已经醒起来啊，已经知影。咱就无爱搁张持啊，无爱搁出道啊。今仔我爱是要向前行，要捌搁捌，安尼捌到透底。这是咱一条会当稳定性啊。世间就讲你看透啊啦，啊嘛算到有差不多啦。啊，这才是心有无？咱所有讲的，你算，甲咱即卖咧讲的。拢差不多啊，拢算过啊，安尼就对啦。是咱一条现主持的灵气，咱要行到这么顺透，是咱一世人嘛，咱看会清楚，对生，甲这个当中其中，咱要倒转来灭这个所在，你已经心甘愿啊啦，嘿，你所有拢看过做过啊嘛，啊你拢做到现主持，就知影。咱原来迄个极点啊，算一世人拢是经验嘛。伫有限的区域，你要搁甲塞较宽嘛。
啊，咱今日有灵修，就是要杀到武汉嘛，迄、那个自然，迄、那个大所在嘛，是咱有这条灵天的灵气，世间呐、啊、只有修咱的心，所以讲只有食咱的心念念啦。啊，心只有讲老心念念高音哦，啊，咱会当照阿母阿派，啊，咱来完成这个工课啊，啊，然后无去计较啊。啊，这就是咱上舒适的呀。咱人就做了就过去啊，啊，搁找母娘啊，搁拍，啊，咱搁来甲完成啊，一丝一丝啦，来了断。啊，这就是咱啥，在世间咱要求经验嘛，啊，经验要学足啊，安尼则是咱真正的实际嘛。是我用着这条正天的灵气，要讲破咱灵源修持这条路啦。今仔日，咱只有照先天的理，但是咱个人爱真积极哦。啊，你唔通放散散哦，这个时间无够啦。今仔修行唔是咧看年资的啦，是看咱的心呢。所以讲，你的心若定会调无，众生伊随时就变佛啦。今仔你的年资骨也细，唔知几百年。但是你的心锁袂掉无，你嘛是同款众生啊。这是咱会甲这么清明，因为我看的是咱我现主持的心定的啦。啊，所以讲我定的掉，看真济，我才有当今当下这个报告，予大家知影啦，予大家来探索啦，研究、探究。咱即卖来讲，这条锁啊，就是咱来讲金线、处理线，你要来行到会当倒当的原来这个精灵啦、啊，是咱主要这个灵气，是咱顺甲这条心神恢复，才是灵气，转在咱清净这个天，有咱道家现世的心。是咱回到灵天的灵气，我只有看清家己，因为只有现世界我的心，我的心若清，这个大宇宙阿母也着清。所以讲，这是咱的天元灵性，母娘教我的是心传心，这个秘意。但当今母娘伊思念家己，所以讲用着这个秘意。用着我的口，甲母娘的口相共出口，老母娘娘，伊要盼望着咱这个囝，咱讲做灵儿，灵儿就代表良方，代表阴阳九六，所以讲这是咱的天元一点架，现甲这么清楚的本性，今日只有讲通天的本领，爱咱转的安定。拢是顺着一条心，咱再来看现这么啊稳定，因为咱拢是以心为多为济就对啦。今仔日咱两是因的开始，两加乘三等于六，所以讲因就定伫这个六个。咱阳是三的开始，用着这个三真济，三乘三定伫到这个所在。所以讲，阳是用九来代表，咱阴就是用六来代表，九六灵元就是代表阴阳所有的灵力。所以讲是安尼，咱来讲，咱才知影讲哦，合阴阳这个大世界、大宇宙、大灵元，上苍的灵气。转到咱的心达理啊，向着清界这个天性，我爱向到这么顺的本性，是你行这条灵气，我会当应化先天的本性，定到咱原来位，这才是咱通的灵性，照着先天咱的宗旨，咱的宗源，这是咱传灵。的本意，
达到凌驾顺母心。爱咱有这样清净的灵性，咱才有阿母啊生自然这条灵，现伫咱在世间咧讲的通窍，通咱的心，是咱回到母娘的灵驾，咱才会当看到这样清明的心，是咱归落现主时的性，你再来行入。先天的本性，是咱回到正法正理，参伫咱老母伊的原天原性，拢是稳定的灵性。咱再来出家现世神，无形伊的灵，是咱看现咱的灵气，是你搁甲转这样啊清净的心。真愿有母有灵性，转咱归现世神，是咱一条有稳的灵气。我爱是心的精神，转过就无咱的本领，是你向的正法正理，是你搁再转这样啊清净的神，灵源伊的灵性。现咱顺家安定，啊、是我顺家心内底这条灵魂啊。今仔咱爱是家己的心灵一带条，伫咱即马嘛好，伫咱即个身躯规种个也好，我的灵伊就自自在在啊。所以今仔日咱要让灵伊会当清楚，带伫做个道门。多一个道处，拢相共，咱这种品质，这种原性啊，已经调拨啊，已经伫心内底啊，咱这个灵会当做主啊，是咱有这条现主是的灵气啦。咱爱是顺家己，因为一世人修行，是咱心知影这么多，所以讲母娘要我讲的，是一面而已。所以讲，我知影是全面性的，但是母娘现主时只有头一面嘛。这则是咱讲的灵天灵气，你管会调咱家己本性。现路是正法的灵气，咱爱顺甲清净的天命嘛。今日咱是面面观。你看会清楚，毋是单面的尔尔，毋是一面的尔尔，毋是部门的。是咱爱传播，咱才会当讲清楚。金母娘娘将着咱的心思、磨推、路，拢是达面光的。这则是咱回到这么清净的天界。咱讲着是天元的本性，综合性的啦。是安尼来讲，则是咱的天理。老母啊，伊教咱顺势啦。现咱灵源的灵气，转到清净的心性，一条会当安静咱的本性，转来内定。今仔我爱是这个过程，修一条出入，这才是咱回甲这么稳定，随着大道这个自然，伫只传送，伫只输入。是咱回甲这么清的自然，出出入入拢是照这个道，连一丝丝啊破绽拢无。这则是咱归元这个天地，予咱这个灵河顺着这个气，行入着这个球。所以讲，咱爱是这个气球，是这个呼气的力量。才会当攻破咱人的心，每一个人拢和平安详啊！是咱主要这个天意，是有老母啊这个电波支持啦。这则是咱儒家的灵性，一口开，咱要做会成的。是咱原来这个灵气，是你行正直，咱的本性的
显露是聆听的意思。我爱甲转入来，这才是咱的本心。灵源若有灵气，转咱清顺利，现咱有定这条性，是你走向先天的本性，是你发射金母啊，这条原型。这点灵气只有咱的天性，发射着原来咱的天命。上苍伊的灵气，爱咱进入着传法的心神，拢是转来定咱的法门。阿伯啊，伊咧讲，则是顺咱的心意，甲咱原来定伫咱的心中。我将着母娘的需要。现主是我讲的，甲放生出来，这才是顺着咱的道。道本来就是这么自然啊，这么活泼啦，唔是叉叉，唔是硬硬。所以讲，今仔日我用着这么啊顺的天性，拢是咧运，该化解咱的心，有灵有神有母，有所有的。咱的圣身活佛，这才是咱青天的灵气。母娘啊，照着事实来排成咱的班，新班，还是来排成这个局。今日要讲的这个道场，有咱有形，有咱无形，这种综合伫遮咧讲真多，咧破咱现主时的灵甲心，你会当行。大光明这个法号，是咱要有这个效率啦，要有这个效果啦，啊，咱才有个人的益处，利益就对啦。是咱顺着正天的灵气，今仔日咱的利益，只有用咱的福报，咱若有福报，你就两方面的财，七圣财甲七宝财，你若无福报。你用安怎求都无法度得到现主时，你的福运福气。这是咱人，你要去想清楚。你有去做工，才有领钱。啊，你若拢伫厝内，啊，拢是习惯锁，你无法度去领工钱。现着青天这点灵气，转来清净咱的心性。毋知过去迄太古，咱北七镇。伊拢伫个，咱即卖咧讲个，即个水湾仔，若落雨伫水湾仔内底，伊袂压着雨，啊，逐工伫遐坐禅。啊，咱李东斌有无甲讲，你伫遮坐，都坐骨啊死人，你嘛无法度成仙啦。啊，何况你一心要做仙？伊讲按摩是要安怎才会当做仙？伊讲你爱去行功立德，啊是行功立业。啊，去行你的业债，啊，去讲道理，啊，去神游，拜师益友，安尼探讨你这个灵性灵观再过，唔通死死定定伫遐咧坐禅啦。啊，坐禅就是咧我拄仔咧讲的，唔去做工课，你要安怎领薪水？你莫惊会到，咱现主是讲你需要这个目的地，你根本就无本钱嘛。无迄个猪牛嘛，显露是聆听的气。今仔日咱讲咧做，亲像咱即马就是咧做，做咱家己知影的工课，搁接母娘的信息，要来将着母娘即马这个任务甲完成，搁刷咧无限界，拢是咧听。母娘伊要出一粒珍珠，真正的囝。啊，有一个真囝，都满满是个囝，一里通万里天嘛。所以讲，只要咱这个心来出窍，相信你，达空都拢会通，窍就是通，就是空，是咱这条正天的灵气啦。咱人只要知影出入，所以讲，我用着这条灵气。咱才会当看到清净，咱的心世间就是讲，你出入，你看会清楚，你就无爱有这个因嘛。
因为这个因素才会惹你生这个恶果啊。今日咱有这个因缘，咱有这个善心，当然咱搁看，直接看足久咧，慢慢咱要做啊，做啊，这个善果倒转啊，迄就是咱的本性，迄就是咱的果实在啊，实实啊。拢是这呢啊顺的天意，世间拢是这个因缘来引起。你要做生意，嘛是爱有人甲你牵呐，嘛是爱搭着好地步啊。咱过去有去大陆的，你就知，大家若做有对的，拢有赚钱嘛。但是有赚钱，嘛有人了钱啊。安怎讲？伊做唔对道嘛，多。电子的咧发酵，伊无去，到尾啊，电子的咧发崩啊，咧发开啊，又对着伊就趁钱嘛。是咱以这条青天的灵气嘛，时阵咧做英雄啦。你本来咧轻工业的去，都食遐工啊，你有趁遐工啊钱有无？到尾啊，重工业的，甲电子类的爱大本有无？你三五百去食水单尔啦。所以讲，咱拢爱运来讨啦，爱命会结啦，是咱愿就好啊。安怎讲？这世人咱的福报，这世人咱的坚守，咱的心志，一心只有要倒转来母娘家，这甲钱拢无关系啦。嘿，这就爱看你的品啦哦。所以讲，你有钱，绝对袂讲惊到咱即马这世家世经典啊。有钱，大家要大经典嘛？但是大经典嘛，伊就一直求尔尔，心未止啦。我今日就闹趁钱有无？倒来哦，亲像咱即讲花童个有无？啊，就揣一寡大料个有无？就落落个头500万啦。啊，所有搁边啊，遐资金落落有800万啦。啊，是咧做票面个，迄是咧做底薪经线个。无真正的修持啦，无真正要讲来做一个福报的啦，做福报都免人知啊。啊，你甲拢撮几大丁，啊用现金，啊要让遐大陆个知，啊要让对方来收这个现金，迄、那个暂时的爽快有无？你啊看人今啊，蓝天江有捐100万的有无？咱嘛无用现金。是咱有安尼一点灵气，咱再来讲顺界天命嘛，这是人的作为啊。但是咱灵修一定爱默默耕耘，点点啊做，唔免等，慢慢出。咱即卖咧讲的美甲，是咱爱有这条灵天的灵气啦。咱爱顺甲遮尔清净的心嘛，咱要修行啊，这个美觉着起起流流，沾微微啊。是咱爱有这条现主时的灵气，转着通天这条灵性。今仔咱毋是菜市啊嘛，菜市啊，你要共讨笑，你行路着三角六经嘛，表示你路盲嘛，表示你这种的有无？敢若像是讲真有世面嘛？世面真鸟就对啦，修行爱压压遐，每一部经，每一个神尊儒家，拢是谦虚的啦，拢是卑微卑下的啦。是咱有安尼一点灵气，受着母娘23年，你也看几小时啦，咱讲偌久啦，这种游戏，这种配合。配合天嘛，啊、是咱会当讲到正天的灵气啦。你有真正对底啊，车用起来，你的素质比较拢有较检点啦，卖阁讲优秀啦。是咱认真啊做，做偌济算偌济，因为人的福报，人的时间袂当相共。所以讲，心态、心境嘛无同，咱所有讲的法门、法难嘛无同。咱只有来讲，啊，你要安怎行？甲你讲，啊，你若有修炼，这个气有足，
你所有讲的是照大自然予咱的力量。你伫咧演化，你现主是这个灵神，领着你即马这个任务，要来了业。是用安尼咧讲啊，咱比较你行这个道啊，你这个理，才有法度甲人参啦，甲人合作伙啊。啊，若无哦，你着捌一事啊。你讲迄个话哦，酸味味，搁刷落去无？无你搁这么执着，人甲你讲的搁万一，真不爽快啊。是咱有安尼这条灵气。咱再来讲，悔甲这么清楚的心，是咱一条现主持的灵性，爱走入甲清净这条路线啦，唔是咧分东西啦，唔是咧讲南北啦。今日咱只有讲通灵尔尔，咱在世间只有这条灵，才是咱的主人啊。今日咱体体念念西王瑶池金庙。迄就是咱的祖庙啊！在世间的老母，伊这么辛苦培养咱，甲地庙同款啊。所以讲，咱的感恩啊，咱的做好，大家标准度有够，是咱人爱怎报恩，咱这种动物嘛，咱人有人情气味嘛，是咧顺着这条正天的灵气，咱才看现。咱落家的心，但是修行你做基，就袂当动情、动情啊！来来去去你同款，你要大你就大嘞，你要走就免叫过来啊，嘛免讲再见，顺利就好啊。这就是咱即卖咧讲的，你做医生嘛袂当讲再见，你过来，因为你若过来，一病就重啊。你若过来有无？你惊家己话有无？伊就无愿啦。啊，你搁叫伊来有无？伊尴尬。所以讲道场是来来去去，个人你想要来你就来啊。因为这也无做无动。啊，咱知影讲，咱起码都王岁神暗时有无？啊，咱就无直接咧交流啊有无？所以讲，你爱知影这个做事，哎，咱都病人伫遮。所以讲，有安尼这种层面。你来来去去就自由，嘛免安尼问啦。啊，只是讲啊，都拄着有无？啊，都啊，你来哦，安尼。所以讲，这就是咱现主时，咱已经属于家己啊。当然，你要去别人遐，你一定爱电话到。你几点要到？无到，你伫半路中，爱阁用电话共报到，人则袂孤单。等安全，等你来临，伊切时间要甲你坐。这是大礼貌啦！咱今日修行就是要做神啊，神就是咱南方平定火啊，伊是礼为重啊。今日所有的八仙，顶八仙、中八仙、下八仙，咱有一个仙王头嘛，点醒大地嘛，南极仙王。所以你爱对起着咱现主持的仙王头嘛。是咧一条正天的灵气，当然啦、啊，咱即卖咧讲的万千教主啊，哦，就是咱咧讲北方有无？咱讲的紫微啊，所以讲是安尼啊，紫微的演化就如何啊？吼、哦，如何咧讲的，就是咱即卖西王金庙啊。所以讲西的西水嘛，咱即卖咧讲的就讲东西南嘛，哦。南西中嘛，中西西嘛，西西水嘛，是安尼相生的嘛。所以是用安尼来表示，咱才知影讲南方嘛，这个水嘛是西方生出来嘛。啊，今仔西方你若无到位，你要再生水。今仔咱就有这个金心不坏，有咱这个大先天这种气力，咱才会生水嘛。生水是啥？甘露嘛，大道理嘛，你伫遮骗啥，讲出着即个真理、真心话，做着遮个人有福报嘛，即叫做金生水啦。是咱原来即个灵气，咱才转着清净的心嘛。我爱是直通，我即马即个脑神，
因为这个科技已经寄伫我这个脑中心了嘛。这则是咱度化咱的灵性，顺着自然这个科技，是咱专家这么稳的灵气，才会当引着咱当下顺阿母啊伊的本性。天元主宰是灵天元，落来转则是无形性，予咱顺着青天，咱的真意拢是老母教示的。咱才有这呢啊清净的天性，只有顺母灵，现咱青天拢是灵气，来到清净则是咱的本性，灵魂伊的灵气。在咱做人，咱这个心都有神的作用啊！啊，这就是咱的品种啊！今仔日咱上无，咱以后嘛，搁伫诸天做神，袂伫遐海光手嘛，袂伫遐挂念挂心嘛。这个心挂伫半空中，敢像咱咧挂衫咧有无？安尼是毋是海来海去，风来吹是毋是飘来飘去？是咱顺着稳定这个天性，今仔袂怀疑嘛。咱不爱搁丢弃不管了嘛，就徛徛，咱这个卦会顶悬嘛，啊，这个卦就八卦，啊，你若爬起来有无，就九宫哈，啊，九宫就是上悬的天啊，咱讲做九天呐，啊，九天就太极天呐，是咱顺着这条灵气，是咱转着清净，八卦是外表，是咧甲咱引方向的。要予咱各方面，你定会调，这个中心点，这个九宫，定咱真正的心，讲出着真心话，发射着老母这个真气，两气合一气的心啦。要讲超体，就是安尼超啦。是咱顺着这点灵气，今仔日咱拄啊入门是超身体。咱讲咧训体，就是咧训练这个身躯。今仔日你这个身躯都训练较知啊，你气都足啊，当然爱训练咱这条灵性，这个本体啦。训体是分成两款的，你莫怪南南错一款。我唔知咧讲，有诶灵较外动诶，有诶灵较内向诶。张清纯伊就内向啊，你变怎么甲说？啊！你有诶，都较外向诶，你要安怎叫伊念佛？逻辑无同啦，阴阳你若看有无，你着知影讲啊，这个是属于较查甫性诶，查某诶，伊内底迄个阳性有无？着拄好咧旺盛，当然你嘛爱甲生啊，袂当看查甫查某啦，办事你嘛袂当讲看头啦，看这个人诶装扮有无？啊，你照安尼来咧论，啊，你一定大脑亏诶啦。咱无过去办一个，为新德来，使 BNW 诶，搁穿甲啪哩啪哩诶，搁看皮包啊有无？换水诶安尼，夹起夹夹来有无？咱尾下甲查来讲，哎，啊你这世人哪会命这么歹有无？当场怎啊跪咧哭啊？讲伊迄拢共招诶啊！是咱真正爱照天意啦，这种姿势啦，你莫看外表啦，即卖用做诶真济啦。是咱要破这个假啦，但是咱毋是真心嘛，咱就是要伊了解性嘛。啊，你这世人个福报都安尼，啊，你要搁假包个、假创个，我都无成啊。献咱一条正天的灵气，转咱顺家，则是天灵嘛。过去干么店，啊是人在咧卖，你拢用写个嘛。过去阮伫张清纯遐。咧做红啊，好无？啊，金鸡啊，啊，甲阿溪啊，因某着赶点心入去卖嘛。啊，卖诶时阵，咱是毋一间有七八个伫咧遐咧做，啊，另外搁一间，另外搁一间，啊，咱七八个看你要食啥？哦，今仔日拢记我诶账，拢用簿仔咧记嘛，啊，伊着是写嘛。啊，写咱，阮过去十五工领钱啊，啊，写你着爱清销啊。所以讲，福若无够，你用写，后摩你嘛是爱补嘛。爱行嘛，行这步嘛，现伫遮尔啊顺的灵气，咱才会当看清楚咱的脑神嘛。这拢是过去、过去、过去事嘛，啊，就是咱的回忆性嘛。
是咱顺着现主持的灵性嘛。道理就是讲，你顺会入吧，你参会入吧，这个现实的，就讲你有经过，啊，你会当来遮，互大家做参考啦。啊，大家嘛会当回想啊，啊，过去怎样安尼。啊，话是单当的嘛，我食偌济算偌济，你食伊的，你要请我，我嘛不爱嘛，我嘛不爱请你嘛，真侪有这种个性嘛。是咱有安尼这点灵气，咱才知这个人，你平常时这种机智行动啦，是咱元天的灵气。所以咱人莫固执嘛，每一个人心态无同嘛，每一个教育无同嘛，有诶，你暗时甲约。伊就含你出去佚佗，不管查甫查某嘛。啊，有诶，伊厝内底家教严，伊哪会含你出来？但是家教严，伊嘛会出一寡放荡诶嘛。所以讲，即拢无法度去形容咱世间你讲教育啦。但是咱做爸母，你教育有够，啊，即囝要变歹，都甲咱无关系。但你无教育，伊若变歹，甲你是大关系。是咱有这条灵天的真，咱再来讲顺家这么稳的心，现咱有无定路心，拍通有稳这么精，落伫咱的元灵本意，是咱顺着这条清净的天性，我爱顺着母性，今咱才有母娘甲咱传的这种信号啦。啊，要讲的话就讲意志、性质啦，讲到大懵懵啦。但是这拢是相同，只要咱要形容先天这个品质是清净的，是会当救咱人的心转倒转来，你的明白、你的明理，啊，这才是上重要啦。唔是你讲一大拖有无？讲干咧花高高，表示你敖讲啦。是咱。这点灵天的灵气，要让咱每一条灵的提升，要让你每一条灵为未，你未忘，你糊涂，你现主持脑筋未清楚，你的疑问真重，啊！你听咱所有的课有无？你会当倒转来，你已经清楚啊！你已经知影一世人要安来做啊？是要报答，啊？是你要入心吗？啊，是你要搁做福报，安尼你才有这个空间呐。啊，无你会做甲糊里糊涂啊。是咱顺着灵魂的灵气，每一个人只有向善就好啦。你只要心分会出来就好。安怎讲？你一定爱有基础，你一定爱有开始，有开始了，你才有慢慢啊开花，开花你才有结果，结果慢慢啊甲这粒果。顾好伊成，好伊熟。所以讲，咱以后咱咧讲个迄册经有无？要伫金庙个基线降落来有无？咧讲有诶讲四千年一次个蟠桃花，有诶讲三千年一次啦。哦，啊，这是靠伊成个啊。一千年培养迄丛树啊，一千年开花，一千年开果结果啊，啊，三年后啊再来办。这个蟠桃盛会，请一挂这新鲜、这活佛，伫这个腰池，伫真清净这个仙境，遐开迄个盛会就对啦。啊，这个盛会爱用着咱真正的心酒来敬母娘啊，啊母娘则分蟠桃啊。所以讲三年卖讲的，四年卖讲的，显露一条灵气。转到咱这么顺家的心，是咱原来这个天意。今日蟠桃树，恁有捌看？蟠桃树，我都捌看的。所以讲，蟠桃树不是讲咱即摆外口种这呢树啊。蟠桃树是伫遮头甲两面因厝遐，啊，这个树啊是甲甲累累有无？人讲有树瘤有无？迄树啊是足大棵呢，啊，滚条条有无？四方。莫拢顺顺安尼，所以讲，你着知影讲，迄树啊会倒行啦。是咧顺着这么稳的天界，咱再来讲顺某原来啊，献着一条正天理，破咱顺到这么通的灵气，有咱顺着无形这条天性，咱也是心灵的清净，才会当看到这么稳定。
因为咱爱有家己的信心来源来了，啊，这才是咱的真理嘛。今日咱讲的是形容，但是知就是咱知嘛，咱知影这个寸尺长短啊，啊，咱要报告嘛，予大家知影。阿嬷，你若看到这個，就表示你即马这个心，你的灵感有较强啊，有较旺盛啊，有较美啊。啊，这才是咱讲修行的进步嘛。啊，无你敢讲进步，这两字大嘛知影进步，啊，都唔知影是安怎突破感呐、啊？你种感想，你种感应，都无印伫你的心的啊，只是伫你即马这个脑的外口，啊，你看到这个物件，目睭看到，说入来你的心的意思。啊，迄就是有形的啊，迄就是心外的作用啊。但是你袂当讲伊无效啊，总是你安尼看到，会当予你真正净净体啊。咱要改就是改这嘛，显着一条正天的灵气，转着咱顺家这么清净的心，我有这条本源本意，才会当送出来老母。今日咱讲的是源头嘛。啊，源头是清的咧，所以今仔咱讲母啊，啊母也要太有形象，啊这是母娘，伊的金身，就是讲伊的法身啦，伊要显予你看嘛，啊这就是缘嘛，啊嘛母娘都无现主持的形象哩，啊所以讲我会敢看到母娘，伊伫天顶这么大，我才知道哦，啊母娘就是大到安尼哦，哦。天顶一半，爱星是拢拍光影影安尼，金闪闪啊！啊，母娘有无？伊搁再搁显母娘伊的庐山真面目，甲观音佛祖因两个徛伫。咱即马讲佛呢，啊，敢若像一座山，真高真高。啊，我坐一只龙爬去咧天顶跳落，我啊，我要来山顶，我过去咧算迄个所在有无？观音佛祖讲你等一下，就要拍迄个金光有无？我们就想，哦，啊，原来金刚就是生做安尼哦。啊，咱讲，咱咧写来讲，啊，咱人就是移民，敢若狗遐，迄种动物就对啦。甲母牛比，就是讲，咱人有安尼，啊，你看狗遐甲咱比，是毋是差真济？所以讲，实在有影，你若看到，你就知影讲，哎呦，我元修啦，母牛你若大甲遮尔大安尼就对啦。唔过去我嘛毋知影，就是讲天上圣庙就上大。啊，就是讲王爷公有无？咱过去是毋是有阿春啊遐呢？囡仔就是安尼尔尔，是咱这条正天的灵气，咱要甲突破这种感想，是不可思议的物件嘛。所以讲，我伫天顶来来去去这么济，看天顶所有的，遮个咧做诶，咧行，拢伫半空中嘛，伊无打地嘛。我感觉哦，我这天顶的人就是安尼吼，所以讲是咱你有真正的价，你就惊天梯起来嘛。天梯若起来，你就知讲啊，你就去甲咱即马咧讲诸天第一站天啊啦。你也经过四大天王，甲你磨啦。是咱这条现主持的灵气，咱才转到这么清净的心，是原来的灵气。咱再来讲顺觉。这个天性嘛，咱有分作三天啦、啊。第一就是肉天嘛，肉天你就是看有咱在世间这物件嘛，因为你这条灵有无？你还佫有这种构想嘛？吼、哦！啊，咱来讲，咱连主持，即马你咧讲的降天的时阵有无？你着半有半无嘛，伫遐咧僵持不下嘛。今咱讲无极，就是拢老母的来源啊嘛，拢是虚空的嘛。这毋是咱人，你通去处理的嘛？你顶个准备了的嘛，是自然送落来，予咱这个电波，啊，咱世上都拢有经过啊，啊，你只有方便甲解说嘛，啊，这才是阴阳嘛，有形无形有无？伊咧讲中道嘛，现着这条青天的灵气，咱再来讲顺加这个天命嘛，今日要讲色天甲无色天咯，无色天完全拢是无这个影子的哦。孙母娘一强调，伊要甲咱训练，就是无生有，互你这个心会永远自在，卖挂心，嘛卖烦心，嘛卖操心，啊，这才是上极品的呀、啊。得到这点灵气，
咱再来讲显灵落界性，真愿本意是天灵来，度咱开灵现在，照着清净咱的天性，徛回无形咱的本性，有咱一条灵天的灵气，咱再向着原来咱的心，既然拢是真心的发号，咱找阿母啊，无限的来源。拢是照着顺，今仔日业务无，你都无这个电波。咱人真侪五业个嘛，真侪爱甲咱即马这个神有无？就是咱的主公，咱的主神，你敢会当买咧画帕拉欠有无？过去我无讲后日一个，那真正出外经营去树建会，然后小可有日头有无？好拜甲正青草，连续那树建会三拜。输就对啦，当家有无？含神冇代志啊。但是伊经过因某安尼算讲，即马有咧行嘛，带观音家，所以讲伊即马有啊歹习性有无？修甲真正，过去拢免惊，神明派你卡只拼，但是即马伊嘛是乖悠悠。人脾气是有时阵的啦，迄是暂时的逞强啊。那位经济甲你磨落去，伊是一个月爱交六千元某呢，哎，无咧做呢。所以讲，是咱即马安尼有哦，你着知影讲，这个神呐、啊，伊惊你点么大声细声了，伊惊你伫遐瞪眼看了。神呐、啊，甲咱做啊，就是咱的祖先专门咧磨这个歹囝的啦。莫较早恁装个头，要掠鸡就是掠上歹人迄个啊，为迄个台阶架高啊。这么鲁莽，这么串，这么歹，伊都会予神甲掠甲制甲啊，甲收甲有无？甲管甲，予伊乖乖。若无软倒脚，啊，若无家己摕手扇嘴撇嘴，扇甲嘴齿落去啊！啊，像那因大阿元啊，你上届当阿咧加讲话无？王爷讲话咧，是毋是家己扇嘴撇，两齿嘴齿落去，从今以后拢乖悠悠。是咱看你偌串。神专门咧治这啦，过去咱有一个，拢是红黑道中有无上界请赢的啦，迄嘛外省的啊，姓刘的有无？后壁一个荣有无？中咱卖讲啦，迄无安那去的，到尾也拜神，伊是讲安尼就免死刑啊，有无？伊迄个老师嘛是多毛的啊，所以讲买啊嘛是死刑，所以人啊，卖行这条险路啦。啊嘛，莫惊歹路啊！是咱爱有这条灵天的灵气，现准时就好啊。咱这个六道的定位有无？你若选着就好好做啊！啊，你心哪够咧？不足，啊，你即马才来烦恼啊！所以讲，伫咧烦恼啊，天阁不将伊啊！伊咧讲啊，讲好，我着整顿，这足好诶，足顺咧，好，拢是比以前阁较好。啊，咱着怎讲？今仔日。水就搁满起来啊！是真正要予伊无地自容啊！是咱好好做，咱免讲大声话。今日咱直接苦受寒流，该当咱做诶，该当咱爱担诶，该当咱爱骨诶，该当咱爱骨诶，拢甲做清气清气完善。这才是咱一世人要讲诶功课啦！现着真法定咱灵。转咱清入净，是咱度化这个灵气。今仔母娘伊是讲白，所以讲迄、那个记的听听讲，啊，今仔个母娘啊，唔是咧讲我哟。母娘咧讲大家，但咱所有讲的，大家嘛是对号入座，入座讲是咧讲我。母娘最主要是咧讲我啦，但是爱照着母娘这个真话啊。讲出来嘛是咧讲恁啦，因为恁拢是老母伊所有含量内底生出来嘛，是咱这条灵天的灵气啦。母娘则讲是虚空，啊虚就是假的啊，伊就阁有活性啊。啊空，唔是真空啦，会当容纳大家的空啦。唔则讲虚空之空则是真空。不是真正的空啦，
是会容纳大家。啊，所以讲，咱这个大道理，都母牛说的，母牛伊所有立的，啊，母牛讲的，毋是讲大家吗？咱拢是为母牛迄粒珍珠、迄粒真相会分出来啊。咱这个囝，所以讲用安尼想哦，咱就是有啊。现咱真理是天性，凡世间只有爬来爬去嘛。伊要讲个清楚，但是伊都讲袂出来。咱即马即个真嘛，即、這个实情嘛，是空的嘛。今仔是伫通的啊，啊，这是机缘呐，是咱顺着天元的灵气，转到咱这么清净的本性，是咱原来这点灵气嘛。伫道中，你着知真侪通的啊。有诶讲直浪诶，直悬诶啊！但是咱对落，你着知影，你真诶是甲啥物抗战吗？所以讲，咱一定爱食做伙，爱食研究，研究才会彻底，研究才会进步。啊，你即个心才会当有即个突破感，献着即条灵天诶灵气，咱才看有修诶眼，咱现主持诶灵性啊！啊！你才会当过谦卑，今日谦卑就是退让啊，退让就是敢若亲像咧破产啊，无一定就是吃亏啦。献着灵源是天意，条条灵性出天地，灵源看开现世明，转眼金秒合天性。好啊！
啊哦啊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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